出来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到啊对方的大门框里。好，反而现在红狮的机会来了，假动作之后往中间送，有了 ，Robert，0-2，我没办法相信的，红狮现在是0-2领先大同了，两波的快速反击都是 You are the Robert。还是太好了！哇，看看这一波的反攻啊！你也必须要给潘玉成一个赞啊！把球想要横传给队友，都找不到队友。哇，这个球抢到了！我看一下，居然不完不了一对一，结果红狮先破门了。北师大同后防线出现了严重的失误，让对方有一个单刀机会。我们看到是 Gerardo Robert， Gerardo， 这个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一对一，我们看一下，走左边门柱够果决啊！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实习呢。大脚往前送了个情况下，就来看看边路 Gabriel Robert 有没有办法直接一对一的情况下，我晃过了对手之后起脚射门 ，Gabriel Robert 帮助红狮扳平了进球比分啊！红狮目前2-2战平，与高士台电战成平手。你能想象这个是北红狮的一个比分吗？之前的比赛里面，红狮都被高士台电压着打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看到红狮这场比赛完全脱胎换骨啊！ Gabriel Robert 非常情不自禁的跪在地上，我们再从这球看得非常清楚啊，其实是看准了对方的门将做这样的一个扑救之后，前面先晃倒对方的后卫之后，这个射门直接是打一个高度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看到邱玉红是做一个下铲的一个情况下再行呢，其实我让好些球员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体能状况并不理想，当然呢这个 COVID-19 的一个疫情给老师成他左脚哇、哦、这球直接自由球破门，哇哦，第25分钟，刚才看到这球越过了人墙直接破门，哇，北25号的罗思成，这位洋将，他是左脚球员的，他左脚就是那种香蕉球是很厉害。哇哦，这个角度可能还看不出来啊。对，这球这个香蕉球钻过了人墙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角度。虽然在台电队的门将黄秋林啊是。罗思成，罗思成这一次被踢倒，现在如果又有拉扯，那不过这一下呢，三号的韩国球员，中国的三号球员的确是故意的碰到罗思成，那当然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危险的动作。我们来看一下宋汉基刚才这个犯规啊。这一边大同这一波的推进，韦士在这边自己杀到禁区，韦士自己起脚的一个射门，机会来了，哇，双方的一个美妙配合，韦士跟罗思成，最后是背号十五号罗思成，这位来自于尼加拉瓜的前锋，在第14分钟，现在替北师大同啊率先破门。接下来有趣的是，他是左脚的球员，结果是右边跑上来，在换他的左脚射这一下。哇，韦士这一球分球分得太精彩了！我这个要讲一个跟这件事情，吴兆杰之前是名传，名传代表，不是台体，陈柏宇才是台体。好，有机会了。
三个人组合，抢到球！这球没话讲了，给他个 rubber， 这球真的太漂亮了。哇，罗思成这一球真的是个人的，一个人搞定全世界了。对，而且他冲进来的时候，他也有一个换挡哦，这个换挡把对方防线都给甩开了。对方要铲他，他先刹车，然后转身换挡，再找到起脚的动能，再看一次，